好，我是极致健身的小七教练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小七。然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会走入健身这一块。其实一开始啊，一开始我不是走这一个行业，就是我可能只是单纯喜欢运动。那我实际会确认说我要走这一块，主要是因为自己家人的身体的状况。当时我就是觉得自己如果没有一些能力去帮助家人的话，会让你自己有点就是有点心很无力，对，所以才到大三大四开始确认自己要走运动这一块。这个动作是因为很多人来就是运动的时候是很常看到做深蹲，所以如果在家里你可以用就是一张椅子，差不多就是我们坐的座椅，就你坐下来差不多大腿是平行地板的椅子就好，双脚跟你的就是你的骨盆一样宽就好。这个动作的注意的位置啊，是让你的身体微微的前倾，你要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屁股的地方，上来的时候屁股跟脚稍微推一下，慢慢的坐回来就好，然后再一次往上推。所以如果练完这个动作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如果在走楼梯啊或者是爬山等等的，不管你会发现你在做的动作的过程中，你的下肢屁股的力量也是可以帮到你。